86年附近啊，就是前后几年我都有陆陆续续就是想要去挑战，因为那时候是我在广告公司上班，因为生活上了去，我觉得生活背景是比较有压力的。那时候是人工制版的时代，所以我们画画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纾解压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给孩子一个身教的机会，就想说，哎，自己也学一些啊，因为本身最主要是因为我的求学背景是在那个明道美工科，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知道要读美工科是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在之前像我妈妈那个年代，她认为画画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种比较不想认输的心态了。我想说画画真的就这么没有投入吗？就是说，哎，我也是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然后接着就想说去，那时候国美馆有请一些老师在那边教一些，我像我们是利用那个晚上，就是广告公司下班以后，然后就去那边学一些那个像苏贞子老师，哎，那时候有在国美馆教，对，啊，他会告诉我们也一些技法。哦，当然他也会觉得说经费上比较不够的时候没有办法请 model， 然后他就会教我们一些风景啊、写生之类的，或是我们摘一些外面的花，然后去那边分享，然后大家一起画画。可是，在那个过程是，就是你想画什么其实都可以，只是说在那个阶段呢，老师教的会比较偏重技法，但苏老师他教的就是有点像水墨跟水彩的合成，它是一个颜色呢，就比如说我画一棵树，然后我里面就有深浅，它就一气呵成。那对我们而言呢，因为我是广告公司上班的，所以我们比较着重是色块的部分，我们会去用色块去画，可是要一气呵成呢，那当然就是好几年的功力，哦，加上也要有水墨的基础啊，哦，或是书法的基础。所以我在那时候看到苏老师是很不苏贞子老师他这方面的那个技法上是很厉害的，所以去那边大概也进修了半年，然后就认识了一些同好，所以我们去水彩写生比赛就是这样来，那时候就是彰化社交馆举办的。那早期在高中的时候，我是在高三的那一年我第一次参加彰化社教馆的书法比赛，啊，那时候也是很侥幸刚好拿到第一名。那所以我对彰化社教馆的印象很深，我觉得它是一个启蒙很多，就一个舞台，就是说让那些有心的学生啊，一个想要去试的一个崭新的舞台，就是说我可能利用这个舞台呢，然后找到了自己的性向，哦，以及就是说他可能会给你一些肯定，那在这个肯定之余呢，你可能就是发挥所才。那我高中一毕业，那我有留在学校，嘿，因为那时候校长就是聘请我们，就是我是那一届第一名毕业的，所以他是希望我就留在学校服务，然后当那个就是美工科的助教啊，所以我在那边也在学校任职了将近一年。那在这过程里面我就是想说，哎啊，总不能，因为他只有一年聘嘛，啊，所以也是要面对那个自己的好，就是说在广告上的一些好，我们出来美工科就哎名副其实，好像就跟商业有关啊，所以我那时候结婚完以后就是去那个就是国美馆进修，那才会接触到水彩这个区块。那参加社教馆就是跟我们那些同好，大家就邀约说，哎，现在春季、春秋两季都有啊，那我们就去试试看。其实我第一次参加是得到优选，然后再来才前三名，就是慢慢这样子上来的。啊，所以在这过程里面，其实我是享受在那种大自然的陶醉之下。因为其实画画呢，不仅只是说，哎，画开心的哦，所以我才想说自己看能不能有办法自己开工作室啊，然后能够以教育为前提，
所以我才不断的像是东海大学的一些进修部的美术科系的进修部的，我去进修了大概大概有4-5年的期间，所以就是在这过程里面呢，还参加了中部美展的一些比赛啊，所以彰化社教馆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的比赛，让我觉得说，其实就像我后来我也知道我的孩子去参加彰化社教馆，他也得过前3名，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它的历史的悠久性呢，让我看到我的孩子也在这方面获得到肯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棒的一个另外的虽然我觉得那个奖金不在于多啦，就是说其实对孩子的正面的鼓励，就像印了画册，然后孩子看到画册啊，他就会很开心说，他作品呢被印上去，所以说这个一路上上来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历史背景啊，还有包括传承的部分。其实现场写车呢，第一个就是说你在找点的时候呢，你一方面也在训练你的这个美学的一个养成啊，就是说你在比如说我今天是到那个台中公园，因为之前我们比赛都在台中公园，那也是100年以上的历史啊，我非常喜欢那边的景物，包括那座红桥啊，还有那个湖心亭，那都是我们早期的一个很怀旧的一个记忆。那在当下我们在画的时候呢，第一个你可以看到旁边的人在那里穿插在你的周围啊，你在画的时候他们也会给你一些鼓励的一些语词，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那你如果说当下像我们，因为我们是参加社会组啊，所以旁边呢都会一些妈妈带小孩，然后他就看到我们带小孩，然后他就说，你看人家这个画得那么漂亮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在那种气氛下呢，你会让自己好像受到一些肯定，也找回自己的一些自信啊，因为其实水彩写生呢时间上其实很短，大概都3小时半，3到4个小时之内就要画完，所以在那个过程中你就会想尽办法，就是说我构图可能铅笔线打铅笔线，我可能只能掌握20分钟以内就要画完，然后这就是一种功力的养成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颜色要怎么上，可能心里有一些副稿，然后在当下呢你可以观察到今日的空气比如说像春季的时候还凉凉的你又觉得徜徉在那一种阳光洒落下的那一种心情，然后你在画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你的心情会变得很愉悦，然后加上你可能之前有一些想法，因为在累积每一次的比赛呢，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包括我现在都有参加一些就全国性的一些比赛因为我现在都是以油画为主，所以说我在那个过程里面呢，我就是写生呢，其实给我很大的一个获益，就是说在当下你怎么去掌握在瞬间的那一种那种景致啦，还包括你自己的情绪怎么如何在那个短短时间内呢在那个 EQ 上能够控制到时间一到然后就已经画完，我觉得画完的时候那一种愉悦的心情是很难以形容的，就觉得自己把之前所学的或是所看到的所有的全部集中在那个时间内呢整个把它画完。从小到大其实是在我高中的那一年，我觉得蛮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本来是读台中家商，我读的是综合商科，那第一学期呢我教了一个很差的，就是我才总平均才67分，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就一直想说我就喜欢画画，为什么我妈妈一直不让我画画可是后来他们就是也认同了，那我去读了。可是呢，有好几次他一直逼我休学，
所以我觉得说家庭的那样子，就是给你的那种压力呢，它会让你更想要，就是说我一定要成功，就是有这一种好像激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那后来又进入广告公司，我觉得广告公司那是一个商业性的，那一直到开画室的这个过程，我经历了蛮多的不同的考验，包括我的文凭，好，我现在已经台中就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我已经读到去年我美研所就毕业了。我觉得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是相当的，就是一直在不断的进修，一直在追求文凭，就是或是说你一直在参加一些国内的比赛，然后是希望能够受到肯定。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比较封闭嘛，比较保守，所以我发现现在的家长慢慢他会认同孩子的兴趣啊，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愿景。为什么一张图里面，比如说我今天画大象，那大象的那个面相来讲，有正面、侧面，好，或是像你看吉米，他是从上面用俯视的方式来画，所以他的面相来讲就会有不同的表现方法。那我们也可以用粉彩，也可以用水彩。哦，水彩就像我们之前参加中部先生，我都是用透明水彩。我们用的是牛顿啊，或是星寒的，所以我们这些水彩到现在我们都是还是沿用。那所以在这个指导过程里面，包括现在也有一些用线条来表现的，好，用那个签字笔啊粗细来做交织的画面，还或是用广告颜料，像一些不透明的画法，然后有画一些镶金色啦，或是一些黑灰白穿插在色彩里面的。那这个过程我觉得说它会实时的，就是它会展现现在的不同面向的艺术。以前我们都是模仿大自然来画，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马白水啦，或是一些很知名度很高的艺术家，他们在画不会说它就是忠于原来的景物的色彩，它会融入一些艺术家的想法。比如说当下我觉得今天天气阴阴的，那我可能就是给它一些寒色，让这个色彩呢可以表现出那个它内在的情感。所以现在孩子在画画来讲，我们比较鼓励他以他自己的想法来表现。我觉得绘画要看你是要做什么样的绘画表现啊，因为像我本身也画抽象的，然后写实的部分呢，因为我们去那个国立台，就是台中教育大学那边美研所讲究的是你要修一些写实的画风，所以说我两者之间呢，我觉得你看你想要用什么样的绘画形式来表现呢、啊？所以对我而言，其实就像我有在学书法，因为我们要教升学班的孩子，也学书法，然后又要画水墨画，所以我会把这中国的一些绘画元素、水墨的元素呢融入到那个油彩的元素，就是他把两个，一个是媒彩，然后一个是想法，把它融合，所以我就会有不同的一些尝试。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其实借由这些我也会就是参考一些大师作品，好，其实对我们这种中生代的人来讲就会有不同的体悟。那我也希望把这些这种观念，我觉得观念是可以决定一切的，因为技法的东西是可以一直练习到最后呢，你就会有所悟，然后你就画出比如说比较像那种印象派的或是比较写实的东西。可是你的观念如果没有改的话，你还是一直会在那里好像我只能画某一种东西，好，我就觉得比较可惜啊。所以我会比较综合性的去发展未来的一些不同面向的艺术，然后把自己的一些心得
然后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这些学生，